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晚上6点钟啊，今天晚上了，几个伙计在一块弄个铁锅炖啊，大锅拉来了，黑绳子拉出来得打磨打磨，还有这个锅壳朗呢也蒸过来了。做咱这个烩菜得用这个正宗这个五花肉，是不哥？哦，五花。想的了，这个用胶吧？嗯，这个料用胶，炒炒不哈？蒜香味儿，香菜味儿，啊！看这师傅熬这烩菜管不？啊？肥而不腻，得煸家伙，煸把那个油气煸出来。啊。都是真物件儿。你不喝，喝杯了。你喝杯了没有？弄点杯了吧。这个一山喝啤酒，他都该啥了？该跑肚了，这一馋啤酒。不是，你喝啤酒，是你们喝是喝一半。喝这个了没有？这个不喝了，这个放起来吧。
不敢指。他是哪个？他是哪个？是哪个人？当时也不肯认账呢。是。还搂着你啊？这碗得多半斤。嗯。用小碗喝酒。哦。他比那个用那个这个喝了得多，你知道吧？为啥？酒精都跑了快。是啊。嗯。呀，那咱换吧，中吗？有这个啥？板牙。板牙。这是粥的。五花粥，不是不看我名字，我得冒。嗯，喝一个吧，明天都假期结束了，该干活了干活了，该上班上班了。嗯嗯，急了啊？嗯，急啥了？慢慢喝，慢慢喝。嗯嗯，但是不急，把脸打中。这一会儿不能。王哥今儿吃几个馍啊？吃了不到六啊？不到六啊？量完了，你这都质量完了，还喝了三瓶的啤酒了，那、啊、吃这些啥？还有，还有，你看我都不大吃肉，啊，这肉撑到完了都不大吃，好吃呗才。嗯，不吃不行，吃呀。来来，喝了我明天得回去了。回去。小吕发现你回去了，一路我看了，哎，说别搁外边了，回家来吧，说软话的。真的吗？想你了。想不想了，反正是服软了。他其实挺爱你，哎，他都嘴上好闹闹闹的你，还是拉我就服软吧。回到家还是熊着脚睁不开眼，睁不开眼都搁家都憋着，睁不开眼。